哈罗大家好，你们喜欢动物吗？在我们的生活中，动物跟我们息息相关。一般的狗、猫、马、天竺鼠、老鼠。但你有听过什么是动物的五大自由吗？第一大自由，免于饥饿和口渴，应给予足够合适的食物，以及随时都有干净的饮用水。这也是维持动物生存的最基本条件。第二大自由，免于不适的自由，应提供遮风挡雨的庇护所，还有能够舒适休息的地方，让动物能够自在的站立或躺卧。第三大自由，免于疾病与伤害，需注意预防及治疗，使动物免于痛苦，例如施打预防针、健康检查，如果受伤或生病则需要帮他们医治。第四大自由，展现自然的行为，依据动物提供足够的空间以及适当的设施，让动物表现它们的天性，例如奔跑、攀爬、社交、挖洞等等。第五大自由，免于恐惧与紧迫，透过落实不会让动物肉体上跟精神上痛苦的条件，使动物能免于恐惧及紧迫的威胁。无论是野生动物、宠物、经济动物、展演动物或是实验动物，在我们依赖动物的同时，也应该注重动物的五大自由，让他们在活着的时候被善待，生病的时候获得医疗，最后在死亡的时候承受最少的痛苦和伤害。让我们跟动物一起走向更好的未来。